块写一下，有六个代表花开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不知道为什么 ADB 大家喜欢写单字，十八个 ATP， 然后会这样子变成这个二十八花号，变成 ADP 再加上 PI，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，会得到什么东西？有哦，还要加。我不写一定要抱歉，应该要先加，先加过，加上十二个花号的 N A D P 配置，再加上一个，好，来不写太快了，应该是二氧化碳加这个，加 OK 哈，二氧化碳加这个，然后呢再想好这个，然后你才会变成什么？我问了一下，需要不想这个，所以这个箭头就是这个箭头，对不对？就到这里，好，到这里来的话会变成什么东西？就会变成六个数，然后再加上十二个 N A D P 正，然后再加上千山万水，终于有了，不是两个，这样 OK 吗？这样有没有写错？太有名了。对吧？二十四个，二十四个是，二十四个，二十四个，错，十二个正点，这样 OK 吗？那总反应是自己写好吧？总反应是，总反应是超简单，国中学过的。你国中生物老师跟理化老师，我跟你讲嘛，还是你自己的发现。生物老师写的会前面十二个球，后面六个球。有没有理化老师会写前面六个球，后面六个球？啊，没关系啊，你有发现我是这样子写。阿生物老师一定会那样写，你一开始就是要十二个，你一开始就是这样说，后面产生是后面的事情，前面就是要那么多。所以我们学生物化学式要很差，因为你如果平衡化学式的话，前后都一样，一定会消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一定会写，就一定会写。